家务生活老难题，2023有了新解法。肚子干饭了。豆豆，不要你们做。妈呀！别别别别别！这啥呀？那是鞋吧？快点拿浴巾来。你把这个窗帘勾上呀！我的花，你给我扭成这个样子吗？这什么呀？你就这么乱扔吗？我头都大了。怎么了吗？家务优等生新番来袭，给你快乐生活最优解。陪你五个月，周周见面。哎，涛哥，家里人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。你人还怪好嘞，好好珍惜跟爸爸妈妈一起在家里头的时间，好好陪陪他们。特种兵式学习，不卷也卷。每个人把自己的鞋底擦一下。擦哪里？擦鞋底啊。我擦。我的妈呀。不做咸鱼别管我了，这新技能我还能学。怎么到处去啊？你看怎么看油烟机啦。哇哇啊，他为什么他不抱你呢？他过分的人呀、啊、不科学。超多惊喜，太酷啦！大哥，你可真行！真诚才是必杀技。很荣幸能在一个这么幸福美满的家庭里。家务优等生，要你一起探索生活最优解。